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朝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阿拉法及俄美夏，英文咧系 Alpha and Omega， 阿拉法及俄美夏。咁经文咧就系取自启示录廿一章一到六节，启示录廿一章一到六节，请听我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夫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 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求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夏，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赐给口渴的人喝。这是神的道，感谢上帝。时常我们会遇见这个问题，什么是天堂？天堂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有些说天堂是一个快乐美丽的地方，有些话咧，条条大路都通向一个天堂嘅，同样嘅天堂。有啲又话，真系有好多天堂嘅，唔同嘅宗教有唔同嘅天堂，唔同嘅人有去唔同嘅天堂。有啲话天堂只属于好人，咁乜嘢叫好人呢？有啲话冇天堂嘅，因为到最尾乜都冇晒噶啦。究竟天堂系点样呢？咁呢個天堂呢，又真係有啲人咧話去上個天堂去夢過，或者預象睇過，或者你嘅靈媒吸上嗰個天堂，睇到通常都係一個好美麗、好鮮亮嘅一個地方嘅天堂。咁嘅天堂咧係非常好，係好美麗，個個都好等待啊上呢個天堂。但係嗰啲去嘅天堂嗰條路又唔同啊，因為個個都話有啲條條大路都會通上呢個天堂。如果係咁樣咁，我哋信乜都得㗎啦。但係好多又奇怪喎，有啲咧就反對喎，呢個唔啱，嗰個唔啱，點樣好咧？係咪好多天堂咧？咁如果係好多天堂，咁邊個係啱咧？咁有啲天堂話屬於好人，點樣算好人咧？點樣算上到天堂咧？但係有啲咧就唔相信，佢話天係冇天堂嘅。因為到時候乜嘢都沒了，唔見曬啦，係空曬啦。但係我哋睇睇聖經教導關於天堂嘅事係咩咧？嗬，聖經話真係有嘅喎。開賽咧就一個，而家就會一個新天新地。以前咧就先前嘅天、先前嘅地會過去。呢個啟示錄話最尾咧，本來有一個舊嘅天地嘅，就係依家我哋嘅天地。總有一日咧，佢就唔見咗噶啦，唔會冇咗，佢就會有一個新天新地。咁佢有一個聖城，有一個新耶路撒冷。咁呢個神在哪裏？又從天而降，呢個新耶路撒冷喺天上落嚟嘅喎，預備好了，又如新夫新娘打扮整齊，等候丈夫。咁呢個新天新地係個咩嚟嘅咧？咁點解要話新天新地咧？你話創造造語言語係好美麗噶嘛，係完整噶嘛？咁啊，仲有新天新地，即是好似我住間屋，
住耐咗啦，好多代咗啦，啲人講：哎呀，唔夠住啦，夠曬啦，我哋不如做個新天真新屋啦，咁咪做個神，就接邊咧講重新做個神。就依個咧，佢重新做個世咧，就有一個新耶路撒冷，就唔係依個舊耶路撒冷。依個新耶路撒冷咧，神嗰度出嚟嘅，喺天嗰度出嚟嘅，係預備開咧，俾新娘打扮整齊，等候丈夫。依個新娘係邊位咧？如果係計新約嘅聖經咧，個新娘就係我哋教會啦，教會就係新娘。咁啊，打扮美麗咧，就嚟等候丈夫，丈夫就係基督耶穌。咁耶穌自己都時時都話喺個福音書，佢話我哋會去到天上咧有一個婚宴嘅筵席。點解時時都話婚宴嘅筵席？依個新娘哥會翻到去咧有個新嘅婚宴筵席。咁樣我哋教會咧就被稱為係新娘依個新婦。咁啊，佢同依個新依個丈依個新郎咧，依個丈夫咧就會結合嘅。咁原來咧喺《啟示錄》咧，佢就講啊，呢個新天新地咧係準備，呢個新耶路撒冷係準備俾呢個新娘同埋呢個新郎一齊嚟到喺度結合慶祝有呢個筵席嘅。咁我哋全部咧就係屬於呢個新娘去筵席。咁呢個係聖經嘅教導。咁咧天堂入邊係有乜咧？佢話係一個係神嘅帳幕在人間。即是天堂就是神的帳幕，即是讲神只有住的地方，他会在人间，在人的当中，我们当中。而神呢要和人同住，神现在要和人同住，好像回到伊甸园，那么神和人一起的嘛，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亲自与人同在了。人民呢就要做神的子民，神呢就要做人的神。咁啊，又冇眼泪咯喎，又冇死亡咯，又冇悲哀咯喎，冇哭嚎咯喎，冇痛苦咯。咁天堂咧咁好啊，冇美丽，冇唔怪啲好多人睇到天堂系美丽，系好好嘅，好舒服。咁我哋等候嗰日咧，就脱离开呢个旧嘅世界，去到新嘅世界，旧嘅天去到新嘅天嘅时候咧。我哋就唔會有再眼淚啦，唔會就死亡啦，唔會再悲哀啦，唔會再哭號啦，唔會痛苦啦。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候嗰啲人咧，個個都已經好滿足啦，個個都大家都擁有一切神嘅供應，同埋我哋可以住埋一起，大家成為共同嘅一起。咁呢個係將來嘅天堂，我哋等候。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慢慢试味那个天堂，就是虽然还差很远，但是我们呢就开始有这个惯熟，来到慢慢来到对人好，发出人的爱，所以又谦卑又忍耐又慈爱又温柔，这样做出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呢，就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一切都變新了，即是話嗰個舊嘅已經拆曬啦，冇啦，過去啦。你啲舊家傢俬換曬啦，舊嘅床換曬啦，乜都換曬啦。而家就有一個新嘅，都變成新的了。就全部咧，都全個天地咧變成新嘅，即係嗰啲唔怕舊嘅嘢已經冇曬啦，咩舊嘅污染嘅嘢都走曬啦，霉曬嘅嘢都冇啦。而家係新嘅開始。咁啊，新嘅開始都代表我哋係新嘅人咯喎，因為點解咧？係話在基督裏咧，我哋係新造嘅人嘅。咁我哋係新人，新人咧就要愛及於新嘅環境。咁啊，依個天堂咧就係一個新嘅環境，我哋依個世界就係舊嘅環境。所以喺呢處我哋就開始經驗，要愛經驗咧嘅新嘅環境。所以叫人哋開始我哋。信耶穌咧，就話依個天國咧就而家開始啦，唔會等到將來開始。就有啲人咧就開始享受緊依個天國，但係我哋好多時候未學習，未曉得點樣嚟到享受依個天國喺世上。咁啊，慢慢到天國喺真正嘅天國天上嘅時候，我哋已經習慣咗啦。所以依個係神嘅旨意，一切都會變成新的了。所以
舊事會過，咁你唔使擔心喎，有好多舊嘅嘢冇曬咯喎。咁即係有啲人話擔心，我如果係依家斷手斷腳，咁到去到天堂點樣咧？喺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就新嘅啦，新手新腳新眼乜嘅新完全嘅。有人問喺天國嘅時候，你話我哋如果100歲先死，咁我哋翻到天國咪好似好老咯？唔係嘅喎。因為天上咧係完全噶嘛，係美麗噶嘛，冇悲哀噶嘛，咁啊你唔會去到嗰個地步，你係會去到你有最充沛精力、最健康嗰個年齡咧，係幾時咧？嗰啲運動家同我哋講，一到喺30歲過後咧，佢就開始慢慢噶啦，慢慢要退休噶啦，慢慢好多啲運動家咧，呢啲奧林嘅運動家咧。都是20多歲到30多歲很少的了，已經有呢都是慢慢捱住過，是剩下幾個而已。但是在20多歲呢，好像我們最高峰最威的時候呢，是到20多、30歲。那我回頭從聖經來看呢，都好像是對的，耶穌又是30歲開始的，保羅也彼得大衛又是30歲的做皇帝喎。咁啊，你話係咪嗰個最充沛、最精神、最有活潑嗰個時光咧？20多、30歲。咁基督話佢係開始啊，終結咯喎。點咧？因為聖經嗰度講開，佢話你要寫下來，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咁依個當時候咧係。約翰去收到依個神嘅啟示，同俾佢睇到咧依個預言嘅時候，佢寫低落嚟係真實嘅，係可信嘅。佢話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亞，我是開始，我是終結。佢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你係經過耶穌就完全㗎啦。經過耶穌咧，佢就係嗰個開始。同埋嗰個結局，佢就係個用原文用依、這個希臘文就係叫 Alpha Alpha 或者 Omega Omega， 所以變咗講佢喺樹咧，就即係講神，佢知道頭到尾完結咗，成個聖經都係頭到尾，從創世記到啟示錄都係從頭到尾完結。後來跌倒，回到你又完結一樣，即是他的開始是到尾。所以我把生命的水白白賜給那渴的人喝。我們在這個世界呢，就充滿了一切的那人，就是個個都要去賺錢，因為被經濟啊，這些這樣的資本主義啊，就整到我們個個人呢成日都好忙，追求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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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係去到天國嗰時候，神話唔需要啦，白白賜俾你啦，白白賜。所以好多時候咧，嚟到神嗰時咧，係白白賜俾你，唔需要你唔需要用乜嘢嚟買，因為你喺天國就屬於你噶啦，嗰個永活嘅水生命嘅水泉。已經流露出嚟，有佢生命。如果你再睇落去個啟示錄咧，嗰個水生命水永活嘅水係有好多果子嘅，每個月都打唔同嘅果嘅，所以呢個係新嘅天地，新嘅耶路撒冷，係使我哋大家上到好等候嗰日上到天國，真係有享受。咁啊，但係點樣至上到咧？咁我哋睇睇佢話神嘅保證咧，就係如果我哋有基督，佢就係 Alpha 和 Omega、阿拉法同埋俄美亞，我咪已經完成又完美了，已經完成完美。如果我哋真係有咗基督，你話真係咩？我哋有基督好似好慘喎。基督好似好辛苦喎，又俾你蝦喎，我哋又成事都又跌倒喎，係，
但係好似我頭先講啦，或者又係我哋被揀選咗喺個國家嘅隊嚟到做精英，嚟到派出去國家嚟代表國家去參加呢個足球賽。咁我哋被揀選咗係好威噶啦，入圍開噶啦，但係我哋要日日要去訓練，日日去訓練，訓練到個我哋所踢嗰粒球就每次都中嘅，每次都好準嘅。交個球，交個粒波都會好準嘅，仲要學習到好出名。但係呢個階段學習係好似好艱難喎，好似好多好辛苦喎，係啦。我哋個個都會經過一段辛苦艱難嘅時候，但係最尾係好值得嘅，你因為你係國家隊嘛，你唔可以放鬆，放鬆就俾人哋贏曬㗎啦，你就贏唔到㗎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聖經又講，我哋就好似呢啲嘅嗰個泥土，嗰個搖杖咧，就係嚟到攞咗呢個泥土，嗰個泥土好似好醜怪，好冇用，啲泥嚟嘅啫嘛。但係嗰個搖杖攞個泥土咧，慢慢嚟猜猜咗，佢就攞嚟嗰個搖喺嗰個搖嗰度咧，就開始嚟到建立嗰、那個磨練呢個泥土啦。慢慢變成一個光瓦，或者變成一個瓦器，非常美麗。佢一路變，一路變，一路變，一路推，一路做，一路變。就係呢個過程。如果你係喺呢個過程咧，你就成日都呱呱叫噶啦。哎呀，點解做開又要擦我，又要搣我，又要摸我，又要打我，又要踢我，做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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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嘢嘅咩？如果我哋到最尾嗰段時間，哇，咁美麗！但係仲有經過好多關。第一關咧，佢就攞住個泥嚟到慢慢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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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完嘅時候咧，佢睇到靚咗啦，磨完啦，我哋佢仲要我挑黑挑黑挑黑，哇，要人挑挑下，咁跟住咧，佢哋仲要又愛去嚟到噴啲漆落去，咁跟住又跟住經過紅爐火燒佢。仲要燒到光硬出嚟，仲要愛嚟到再嚟到擦到令令，跟住咧再填漆填到美麗，就會轉一個美麗嘅瓦器出嚟。咁呢個藝界幾高興啊！哇，擺到最靚嘅、最多人欣賞嘅，哇，最美麗嘅、最有價值嘅。但係喺最尾嗰時候，我哋話哇值得，但係。經過嗰個關頭咧，係辛苦，初初係被磨下，哇！又磨又捻又執又抌又踢，跟住又要俾火燒，又要俾挑黑，又要俾漆嚟噴啲臭臭嘅味道，跟住又俾磨，磨到咁靚，最後先可以話真係完美。所以我哋咧信有基督耶穌咧。在做基督耶穌的人呢，我們已經完成了，已經完成，已經完美了。但是還未到呢，我們已經知道那個環境到開了，就還要捱到一段時間就到了，到了。所以不要放棄，兄弟姊妹，真的不要放棄，再到了。如果你還是未信耶穌，現在快點信，信了耶穌，我們入圍了，入圍了呢，就有這個天堂等候我們，但是我們未被磨練咧，就會被磨，被磨，被嚟到磨到去慢慢到去，仲要經過紅爐火，仲要經過挑黑，仲要經過噴漆，仲要經過磨到練，嚟到滑滑雪雪，滑到令令。嗰陣時候，你話哇，早知道我哋唔好出聲啦，願意跟從啦，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想快嘛，想舒服嘛，想近啲嘛，唔好急啲嘛。但係神講唔可以急嘅，一啲嘢咧係慢慢嚟嘅，真係慢慢嚟。所以你一急就唔成噶啦。喺處我哋嚟祈禱，求望上帝幫助。多謝主帶領我哋。原來耶穌就是那個阿拉法
同埋我明啊，佢就係嗰個開始，嗰個終結。我哋感謝神，我哋可以相信佢，因為知道最尾喺佢嘅手上咧係好美麗嘅。開始我哋要經過艱難，就係好似佢自己都一樣，喺世上都經過艱難。但係經過紅爐火嗰時就會艱難，仲傷痛，但係唔緊要。我哋要睇到最尾係完結，係美麗。多謝上帝，求你保守照顧，使我哋真係值得追求呢條路，唔好放棄。我哋要暫時經過艱難，但係求主唔好俾我哋放棄。我哋感謝神，求望上帝照顧，奉靠耶穌嘅名，阿門。感謝上帝。